这是我拍戏拍过很难熬的一个戏，因为夏天拍古装又是穿的非常多，我穿的最厚的一次古装戏。昨天有网友爆料，张哲瀚在录制节目过程中疑似中暑，被救护车拉走，引发粉丝担忧。对此，张哲瀚工作室晚些时候发文回应称：“平安，谢谢关心。”粉丝纷纷留言。因为制片人想要一些很好的层次感，包括我们还要演过年的戏份嘛，那我打雕啊，然后而且那时候正好在疫情嘛，也不能参加任何的活动，我是完完整整在剧里待了4个月，没有离开过横店半步。最远的，我记得最远有一次我收工早还是没戏，我去了一趟东阳，因为我实在想看那个叫《信条》那个电影，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一次 IMAX， 然后就打开车到了东阳，一切也就40分钟，到了以后看完电影，咔吃个饭又回去了，这是我最远的一次，也没有离开那个区，所以也是因为我觉得在剧组的生活就是。